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看咱们的多人斗罗大陆啊！这里是黑球，这里是行商。好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咱们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、评论、分享一下啊！先赞后看，养成习惯，兄弟们。爸爸们一键三连吧！对，没错。黑球说的都对，好吧。然后这期的话，对，这期的话，我准备想吸收两个十万连的啊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新武魂也出了，一个是什么的天使，一个是凤凰，还有一个啊、顶，对，那个顶叫做什么来着？这个是6月11号晚上的10点钟，对，要到11点钟了。没错，这个视频是这个时间点录的啊，兄弟们。所以说那个新系列了，那个新的可能我们会开新的坑啊，但是可能不会联机啊，可以去支持一下，好吧？立马就开新坑，对。这期视频点赞过百，对，这期视频点赞过200，咱们立马开新坑，好吧，兄弟们？立马开新武魂，马上日更，马上日更，没错，马上日更，日更新武魂。天使系小姐姐吗？那个叫什么顶的？镇魂顶，镇魂顶是叫镇魂顶，不清楚，好像就叫什么顶。那个、是什么凤凰、啊？凤凰好像是一个冰的冰凤凰，不知道是哪谁的武魂。为什么我没有经验了？没有见过，他们魔改的吧？魔改的吧？为什么我没有经验了？没有经验吗？哎，为什么我没有经验了？没有吧？我都有啊。我这69级啊，卡 bug 了，我好像。你再打一下试试。哎，我卡 bug 了，我日。我日，你自杀一下，自杀一下。自杀一下，自杀一下，自杀一下，好像卡 bug 了。哦，自杀一下就好了。还真的是，妖怪啊，真的是太难了。这期我们打算，我想吸收两个十万连魂环啊。我这边的话有第，我看一下第几魂环了啊？还差3个魂环。你还差多少个魂环？我是69级。69级，这跟我一样的呀，我差3个10万连魂环，就满魂环了。那都一样啊，好吧。都一样吗？而且我的这个我这个魂环有点猛啊，这个蓝银草的魂环。你几个那个39万连的？四个。我就一个是25万连，其他全是39万连。操！原来我是小丑啊，我的天，原来我是小丑，我的天，这一天天的瞎搞小丑，原来就是你，好吧。哎呦，我这打不行啊，你的老鳖威力高不？老鳖威力挺高的呀，吸收威力也挺高的呀。啊，魂骨威力也挺高，一下子一个。那肯定啊，那魂骨那必然牛逼啊，对不对？我30万连的我都在吸，你敢吸？反正30万点以上的我们都吸，吸。你现在都已经这么堕落了吗？我要玩新武魂了，所以说我已经开始堕落了。堕落了，不把蓝银草放在眼里了。吸，巧，没有成功，难搞。你这不太行啊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不也没成功吗？你说我，跟说了你成功了似的。没有，黑球10年单身，好吧、哎？不行，我要连我的口诀了，真的。来，你开始。我要仿你的口诀了。给视频点赞的都是情商他爷爷。哎，没成功，干得漂亮。这个20万年，好家伙，有点捞这个。哎呦，吸收失败，漂亮。铁手。给视频点赞的都是黑，不都是情商他族中，都是黑，黑球他爹。我懂你要说什么，好吧？我没有说出来，说了一半。吸都懂，好吧？十万点挺多，但是很难吸，真的。对，难吸。吸。哦，对了，咱们新武魂3个新武魂，原本3000块钱，3000个钻石，现在只需要300钻石。谁跟你说3000钻石？三本来就是几百几块钱，100个钻石。打折之前，哦，打折之前是那个啥，3000。那是在一个模组里面，一个模组里面3个。对，一个模组里面三个。
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不购买的话，以后就要亏了。你别说这种东西，我操！这种东西不能说嘛，真的。这东西肯定不能说啊，不能说，这种东西不能说吧？你、啊、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吸，我吸，吸不到。吸到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是要看我。黑手，吸收。吸收，吸收个牙人，吸收。吸收。傻了呀？怎么出来还这么捞？进去吸收那么慢，出来还吸收那么慢？吸，吸，吸个锤锤。吸个卵。我们先吸吧，看谁先吸成功吧，吸到成功我们再那个啥。哦，成功了，兄弟们，牛皮！你成功了吗？不是吧？39换你的还是？我好快呀、啊！我太快了，兄弟们！怎么说？还没有吸收成功，我人傻了。你这太菜了，你这运气太差了，真的。没办法，你应该快了。请把黑牛皮打到公屏上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没办法，你是最快的男人，好吧，一向如此。我准备吸收第八魂环了，我觉得我也可以。咱们先疯狂的吸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拉进来的。哦，我又成功了，我的妈耶！你又成功了！我操，兄弟们，这还有谁？这运气啊！这运气还有谁？一个都没成功啊！请叫我黑牛皮，好吧？我感觉这期我能吸满，好吧？我看你能成功一个不？咱们继续吸，好吧？继续吸，我再等你一会儿，看你能吸成功不 ？Later。我操！哦，咋了？我操！成功了吗？吸收成功了。多少年的？多少年的？39万年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都搁这儿升到94级封号斗罗了，你才成功，太难了啊！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还成功啊？不容易、啊。你几个魂环了？来展示你的武魂，展示你的魂环。来，你人呢？不是你这老鳖妈太上眼睛了，你把你的魂环换了呀？来吧，展示。咣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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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的比你大，你看到没有？看我比你大，我最后一个十万年魂环，我就九个十万年魂环了。我这边呢，我吸收的这两个都是39万年的。我看我有几个39万年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那你现在39万年跟我一样、啊？六个39万年，牛皮，好吧？我也六个呀。我也六个你有六个，其他我34万年，太难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先暂时录到这里，下期咱们升级为9个30万年以上的超级无敌封号斗罗，好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嗯，点个赞呗。